繼承軒圍，咁自細就想擁有一個演唱會，其實純粹係滿足自己表演用。咁今日帶嚟參賽歌曲係《如箭》。你的吻像龍捲風吹過，怎可對狂者吸引？心跳聲如海嘯衝擊我，使我向下沉，再走近，是我完全難自禁。就算知道實在太愚笨，到底一刻也算是緣分。天地淪陷，如真是痛苦中一線牽粉。大家好，咁我係其中一位參賽者啦，我叫陳顯維。咁今日帶嚟嘅歌曲咧就係《如箭》。咁啊係好緊張啦，但係好開心，因為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喺商場裏面可以即係唱一陣歌已經 OK 嘅。其實自細就中意，我都唔知點解，係咯，就係咁啊，可能豐富表演欲咯。會啊會啊，如果再有同類嘅比賽，我一定會參加。多謝。